改变少少生活习惯，你都可以成为悭水精英。跟我嚟睇下啦，唔好长开水喉，浸住蔬菜或碗碟嚟洗，一样洗得好干净。缩短用花洒冲凉嘅时间，储够一机衣服先开洗衣机，都可以悭到好多水噶。人人积极悭水，你都登入水务署网页，参加齐来悭水十公升运动，承诺善用水资源啦。